很多爸妈会在网络上买玩具，但网络商品千百种，是否每个都安全，是家长们普遍性的困扰。经济部标检局和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日前公布抽查市售20件软积木商品检测结果，发现有2件商品不合规定，小孩恐有健康风险。所以我们呢，就会有的儿童呢，孩童的一个成长过程，那有这个玩具的陪伴呢，那是不可或缺的了哦。那怎样去买的安全，然后玩的安全，我想大概是我们所有的一个父母亲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期待跟关心的哦。所以我们呢，就会就这个有关于玩具的安全性的问题呢，一方面就检验结果跟大家做报告，那一方面呢，对有关应该注意的事项呢，来一并的来跟大家做报告。那首先呢，我先就今天的一个主题啊，有关软性的一个积木的部分的检验结果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个积木的一个采样呢，是由我们消基会去做采样啊。那总共采样呢是20件啊，总共有20件。那我们这个经过这个标准检验局检验的结果，这20件里面呢，有一项呢是品质方面呢是不符合我们国家法律的一个规定的哦。那另外有2项哦，这2项呢，一个是有关于检验的一个标志，那另外一个是一个标示的一个说明的哦。那这2个部分呢，也有一项呢是不及格的哦。所以总共在这一次的20项的一个样品里面呢，总共有1项品质不及格，还有一个呢是根本就没有经过检验的一个标过程哦。那也没有经过这一个标准检验局的核发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志，但是呢却贴了一个检验标志的非常合格这种样这个状况啊、哦、所以有这2个一个太阳的状况啊、哦、那有关这个品质的部分当然是我们最关心的、哦、那这个品质这一个不符合规定的状况呢，是塑化剂跟它的混合物呢超过国家标准啊、哦、超过国家标准。那这个塑化剂跟这个混合物超过国家标准的话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儿童的内分泌呢，还有这个生殖系统的一个健康的发展啊，对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们有可能是因为儿童一定要触摸嘛啊，那触摸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接，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塑化剂或者是重金属超标的话，那我们接触了以后呢，如果没有经过洗手这个过程，当然会吃到我们肚子里面去，那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危害就会非常非常。另外近期也有不少孩童喜爱的新型玩具有潜在的风险，家长选购玩具时一定要注意。那这个手册最主要是收集近期、哦、常常发生那个危害的玩具商品、哦、那我们就列举一些太阳、哦、目前有收集的9大类玩具、哦、常见的危害太阳、啊、在荧幕当中这个宣导手册这边有讲、哦、那例如说是那个液态玩具好、哦、像就13种玩具它只要是不符合规定的话，它容易造成一些过敏性的伤害、哦、例如皮肤过敏、哦、另外一个磁性玩具，像那个最近这几年常发生的意外伤害，就是这个巴克斯的球、哦、因为它只要磁性过大的话，小朋友误吞，因为它造型非常漂亮、哦、像糖果一样，那只要误吞的话，容易造成那个肠胃穿孔、哦、再就是一个装扮玩具、哦、例如那个卷尺类的装扮玩具，那假如说它的品质不符合规定的话，容易造成割伤、哦、伤害的一个危险。啊，再就是那个膨胀玩具，膨胀玩具的话就是它的造型非常可爱、哦、假如说那个品质不符合规定的时候，它经过膨胀、哦、然后小吞到肠胃里面的话、哦、也容易造成那个肠阻塞的一个危害风险。哦、那这个9大类的玩具部分呢，我们这手册里面都有详细介绍。那我们这边就是说呼吁家长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购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玩具齁、哦、这是最基本的。第二就是要注意它那个中文标示的内容、哦、还有相关警语、哦、中文标示要清楚，而且要选择适合那个小朋友使用的年龄的玩具。那假如说是3岁以下不适合使用的话，买这个玩具就不要给3岁以下小朋友使用。那就8岁以下、哦、不适用的话就不要给8岁以下小朋友使用。好、哦、这是第二个部分。那再来就是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它的品质哈，因为使用过程中难免都会有一些损坏，假如已经发生损坏、脱落、哦、等等的情形之下哈，啊就不建议再给小朋友使用啊。另外在就玩磁性玩具的时候，例如巴克磁球的部分哈，一定要有家长在旁边监督啊，在旁边监督啊，不管你是几岁小朋友哈，
它误吞下去的话，少一颗少两颗哦，都有可能是被误吞。啊，误吞的话就可能容易造成肠阻塞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在玩磁性玩具的时候，建议哈家长一定要在旁边做监督。这颗球是打破了以后呢，或者是我们直接放到水里面呢，它就会膨胀。那膨胀了以后呢，它就会破裂。那破裂呢，就是这一个小玩具哈，这一个恐龙哈，小恐龙。那这小恐龙呢，放到水里面以后呢，像我们肚里面，像我们身体一定有体液嘛哈。那放到里面去以后呢，一段时间，我们看这个小恐龙已经呢变成这么大的一个膨胀物啊。那么小的东西我们吞进去没什么感觉哈。可是呢，在我们带我们肚子里面以后膨胀到这种地步的话，我想一定会对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小朋友的他的一个身体的危害会非常非常大的哦。那这个是一个铁尺，类似铁尺这样哈、哦。那这个打下去的用力打下去，哦，它大概就会把我们的手卷住，甚至会造成做成一个手表的一个造型。可是我们看看它里面内容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只要破损的话呢，它里面是一个铁尺。而且非常尖利哦，非常非常尖利。我听到这个，我相信了，我只要稍微一划的话，一定是流血或一定是受伤流血。标检局及消基会呼吁业者在制造玩具时，应确保有安全性及标识正确，并提醒消费者选购玩具商品时，应注意商品检验标志、安全性，且按照说明来玩、勿入口等注意事项，确保孩童的身体健康。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哦。那我们。